了个好多天了。你们刚炒回来了？哦，你还正在弄炒菜喽。弄东西来，好爽快。这菜都要开来看一下嘛，就这个。要的。来，我看。这好多酒。两个。这个是啥子？弄松的。啊，那个是甜的。妈妈是苹果吗？肯定不是苹果吧。你看我们开快递的方法，好的。我看弄大包，不是那个。哦，我表姐，咦，给我们寄的这个。咦，哇，是鱼啊。这个。鱼。哎，我表姐那边他给我发微信的。哇，这个你很喜欢吃吗？辣不多，辣不辣呀？应该辣吧。这还有一锅子炸子。哇，龙虾，这么大的龙虾，这么大，你看龙虾。回去炒干锅给你吃好不好？应该是海虾吧。这个是海虾，对。拉出去，放回去。哇，流口水下去了。你讲你一样我往口水啊。现在看来你们吃得香了嘛，吃得香我都结成结成的又不敢吃。你拿着包小的了吗？有的好。我把先回去把那个大龙虾放出来的。我的天，太好了，喝不到你的。哇，好多哟。哇塞，我表姐好吃的哦，鸡笼多好嘞。她那天给我发的信息说，给我弄点，这个是鱿鱼。鱿鱼你好啊。干鱼。干鱼你好啊。这个鱼在我们那边很贵的，这个。这个喊啥子鱼哦？不晓得。鲱鱼。哇，还有这个叫什么？哇，都是好东西，我的天哪。老妈你吃不得。我不吃。都是你吃不得的。我不吃。这个应该是鲱鱼吧。哇呀，这么大一包。还有。哇，太谢谢我们表姐了。既然都是好东西。怎么去回礼啊？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去回礼啊？你的宝贝哦。对啊。那这个冰袋还没好。哇。你看吧。太你看。这么大的龙虾。快点帮妈妈烧火嘛，宝儿。洗手啊。老妈，你这个不拿来煮酸菜啊？
要做酸菜，这还没得盐，谁知道嘛？我其他盐菜做酸菜不？要的。你洗嘛，我看。要的。看煮炒煮煮，等你下锅完的。要的。我就去锅底嘞，正好有碗口。这是藿香，过了那又发的嘛，刀还不要磨不快哟、哦，省得泡起香就行。老王还想给我发了我这弄好的东西，我倒不知道哪打我呢。那点心了吗？煮盐水哦，盐了不嘛？这味道幸好发哟，老妈。可以啊。这个效果多得很好了吗？嗯，肯定多得很啊。我们上次娃儿就是反胃的时候，可以是都不会反胃了。真的，这个东西很多作用。看你试过没有？没有救我。没有试过啊？没有。总算有，不吃皮皮，吃这个里边的皮皮不吃。我自己又多手动一下，说到宽的地方去，要说稳哦。蒸也蒸清凉了，还倒在碳篮头。小罐子，你帮忙倒回去。那外面都可以吃吗？可以。这个可以吃很多，就是经常反胃的话就可以。好吃。咸得很。好喝吧，好喝。哇火！嘿嘿嘿嘿。叫亲人弄板板，点都黑了。老王，快点出来接走！老王，快点接走，凶得很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还凶的。老王，你手敢抢长点，你洗不？你啥子每次都弄我缺口？哎呀，你手杆长洗一下子可以。放那个去，那我手放这个地方了嘛。你这个，哎呦，好一下。我手上我倒点那碳篮子。要冷了才得洗，这个慢点放。这啥边的不要吧？下边不要，层层不要。好了。哎。来，你收到皮啊？稍微收收，再套一点。收到套一点就出不了皮了，就水也装不进去，多个碗那个好的。